现在两个接波已经上合，但是螺丝被要锁紧，它可以左右滑动。然后现在拿另外一块板，把这个板放到前面搭住一点，然后调整这个宽度，先一边一边的调。这两个板这里要对齐，对齐过后来决定这个进板的宽度。这个外面的接波比里面的宽个一毫米左右，稍微固定一下，固定一点点，固定紧一点点就行了。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，这外面的接波比里面宽个一毫米左右，有一点缝，也是螺丝带一下，带紧一点，不要完全锁紧。